立井市地下立体停车库，它呢就是在地下开挖出三个井筒式的坑，然后深度有43米，就是相当于地下深度有接近15到18层楼这样高的一个井，然后在里面就是后面安装的是智能化的停车设备，取车的话它是平均是1分半钟左右就能取到，然后最深的部位就是从最底下上来的话大概需要2分半钟左右。这个也主要是从那个地下空间的利用方面来做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是在那个地下做了一个这样深的地下车库，如果是放在地面上的话就会对整个周边居民楼的那个采光通风噪音这一块会带来不少的影响，而把这一块放在地下以后，这一块就是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